嗨，我是435的艺术家尤雅兰。那我主要创作媒材是版画。这次课程的发想其实是让学生们分组，在以435这里看得到的，譬如说人、物件、公共艺术跟植物，还有动物，然后做形状的一个出发。透过板桥国中跟435的一个蛮好的地缘关系，然后让学生依照他们自己的色彩跟形状的剪贴，然后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创作形式，最后会集结成一个大型的环境共创作品，会呈现在新墙面上。学生有时候会期待老师给的一个框架，但其实他们的东西是远比这个框架更厉害。所以其实这五组他们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特性。那一开始大家有点紧张，但其实到后来发现，其实他们放开了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会觉得哇，蛮厉害的。以一个15岁的小孩，他们的一些功法跟他们的想象，其实远比我们可以给的更多。